人哦，所以就是一种我觉得还蛮奇妙的歌曲啦。不过以他这一张专辑就打败了连续五年的 YouTube 的那个点阅率，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艾黛尔，艾黛尔果然是艾黛尔哈。没错，好像排行榜冠军，然后带来这一首，如果你的心门也被挡在外面的话，这首歌分享给送给大家了，太冷了。Thank you.